大家好，我是 Nikki， 我今年4岁了，我在云强家幼儿园读书。我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故事是《太阳是什么》。哦，小起床，起床，小猪，为什么？哦，已经天亮了，起床的时候到了。天亮了，天亮了，是啊。天亮了，太阳已经升起来了。那太阳是什么呢？哦，太阳像圆圆的，很像一颗球。哦，一颗球，那我可以跟太阳一起玩吗？不不不，太阳大大的，很像一头牛。那太阳可以给我们牛奶吗？咕噜咕噜咕噜。不不不，太阳热的像火。火，小猪们，快跑啊，快跑啊，公鸡！哦，小猪跳进了池塘里，但是它不会游泳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小猪叫着，公鸡帮助小猪爬了出来。那我的故事讲完了，谢谢大家。